diagram show a function， 然后 state 的 value b， 零变去零，三变去九，五变成15。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一边零怎样变成零，跟三怎样变成九了。这一个其实是三乘三等于九，这一个是三乘五等于九，这一个是三乘零等于零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知道它的这个 x 去 px 的时候，它 px 是什么东西呢？px 是 3x，我过来的时候是我的 x 乘以3，3x。所以我的这一个3乘以 b，OK，或者是我写 p 点点 x 去 3x。所以这一边呢，我就知道我的3乘以 b 会是等于21，所以 b 会是等于21除3等于7，所以我的 b 等于 7，OK，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的p of 3会是等于 p of 7会是等于3乘7会是等于21，所以 c 它会变成3乘7，然后它也会变成21，OK，好。